当外国小朋友第一次见到步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刚要收摊回家了，这三姐妹说她们也想做，全套装到。开心得手舞足蹈。咦，到底还有几个穿着汉服的小可爱？旁边一位围观的妈妈一直在给今天没排上队的女儿解释。帮大姐穿好糖袋的山裙，这套真的很适合她呢。妹妹看着好羡慕。旁边有个小男孩要试穿糖袋圆领袍，小女孩们围着小摊上摆的各种道具和首饰不停询问。今天肯定没时间给小男孩做妆造喽，只能浅浅体验了一下圆领袍了。妹妹突然看到了姐姐戴的步摇，小孩子才做选择题，两个我都喜欢。自己戴的璎珞爱不释手。